信我们，这么群雄天地兄啊，在这里服侍，当然劳苦不是徒然的，这些这个在教会里面有丰富的供应啊，建造的爱宴有一点的心意，而且高雄召会带来祝福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将弟兄脚中在台中那里服侍，在台南那里的服员运风的供应，哦，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，祝福你的召会，祝福你的召会，啊，借着这样的爱宴，哇，真是由衷的感谢我们的弟兄，哇，这多年来对我们丰富的供应，对我们的扶持和帮助，耶稣啊，我们真是低头敬拜你，哇，感谢你，保守我们的弟兄，啊，平平安安的到台中去。台中和全地众召会的祝福，啊，也借着这样的网络的时代，哇，能够继续将它的丰富，借着网络，哇，继续的传输给我们。耶稣啊，谢谢你，分别桌上的食物，耶稣赞美你。哦，主啊，赞美你，哦，赞美你丰富的供应，哦，借着我们洗手弟兄，哦，供应的众召会，哦，让我们得到成全，哦，纪念他的脚中，也借他的辛劳，主啊，他的劳苦不是徒然的，哦，我们看见他所做成的一切，主啊，在这召会里面，哦，让你在身体里做成一流的建造，主啊，分别今天的食物，主啊，赞美你。主啊，感谢你啊，满满的喜乐啊，将弟兄定好见弟兄啊，摆在我们中间啊，各方面的成全，喜欢我们里面生机的功用，主啊，带领我们兄弟兄继续的往前，然后在他所到之处，啊，众召会都必活起来，成为联络的金，供应的钱，然后成为召会的祝福。把我们分成喜乐，把我们摆在圣徒们中间，在享受肢体的扶持，谢谢你，这是把恩典和怜悯领取我们，我们全家谢主，我们在珍惜跟姊妹在爱的建造，耶稣你保守众弟兄姊妹灵魂身体康壮有活力，耶稣在爱里一同成长，祝福你的召会，在地上将成为可赞美的。哦，感谢主，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建造永远不过去。阿门。是，哇，感谢你，哇，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，能够跟姊妹建造在一起。耶稣，祝福在高雄的召会，哦，主弟兄姊妹同心合意，哦，成为喜安，哦，主啊，成为你